想看这个，我又没个精灵啊。吓我呀！冰淇淋。Let's go, Global Risk. Smoking bomb. Flash. Fire in the hole. Multi-kill. Ultra kill.蹲死了一个。Mission success, global risk win.
N bomb. Smoking bomb. Fire in the hole. Fire in the hole. Fire in the hole. Headshot. Flat bomb. Double kill. Hello， 大家好，很高兴见到大家，我是杨赫。然后本期视频的话是一个黑龙 M4， 是一个鹰眼的野战视频，这中路直接转上去啊，毕竟是野战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打蝙蝠，包括是那个战斧的话，其实你这么打也可以，对不对？直接中路第一时间转上去，停都不停，对面肯定就是说有点那种措手不及那种感觉。没想到你会这么快，但是说，这种方法你用一次就行了，不要说啊，你说五局的话每次都冲，那肯定人家有防备，对不对？使一次了，不可能在第二，在一个地方同样使两次，对不对？好，怎么还被斧头给刀一个？我就往 A 跑啊，发现有一个漂亮，发现 A 没有了。又往他家啊，这个雷啊，这个队友是不是自己人呀？还是对面的？哦，听见声了。因为当时我 A 爆点收了，对不对？ B 也收了，然后对面也没有，我就看了一眼鹰眼，他结果他真在鹰眼上。其实很多朋友让我来做解说，对不对？但是说实话，我真不怎么会解说，对吧？然后尤其是让我在自己一个人在这说，慢慢来吧。或者中门直接压了，胆子还挺大的。其实我打这张图一般都挺喜欢，拿 AK 去阴眼去打 A 高点那个，记住我一般的套路。好，中路又直接上了一下，直接去套 B 去了。我发现他们 B 爆点就不怎么有人卡呀，你看这时候跑到酒吧来又是空的，我的天，这你能信？这期视频这个老残腿啊，有点不怎么地，呵呵。因为当时看到那个小地图的那块的话是在家里，就是大家就是说在打爆破的时候，我听到阴眼上有一个打爆破的时候一定要看小地图，队友在哪个地方死的，那个那肯定是就在对面了，对吧？阴眼打我，对吧？他跳了，因为我刚刚在拿捡包的时候听到了。哦，他来了，哦，漂亮一个，然后确定他位置了，对不对？他刚从阴眼下来的，咱就打体验量呗，对吧？好，漂亮。大家一定要算时间，对吧？你就感觉从阴眼跑到中门需要几秒，对不对？其实你自己闲着没事的时候可以跟朋友跑一下，对吧？比如从匪家或者从 B 跑到 A 需要多久啊，对不对？从中路跑到中门需要多久，算好这个时间基本上就可以啊。他中门他又压一回，我刚刚听到中路有打点，然后打打体验量吧。啊，听错了，因为我这是后期录的视频啊。漂亮，哎，他还跳的，好漂亮，又打掉一个 A 高点掉了。一般都是我们打蝙蝠或战斧的时候，五五的话，就是说我一般就是上一下阴眼，然后用 AK 把 A 高点的狙或者是拿机枪给秒了，然后立马就发，那么去打 A。一般的 A 的话就是高点或者白方卡一个，或者白方下面卡一个，最多两个，对吧？那做掉一个了，就打 A 比较好打一些，就是别磨叽，一定要打 A 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回这张地图很小，对不对 ？B 回防的话应该挺快的。然后这就又选择了打 B， 因为
其实大家可以直接往那个酒吧桥上丢几个手雷，对不对？基本上这个人就飞了。哦，比前顶了。哎，看到酒吧桥向上有一个，还没达到，跑得也挺快的。这时候穿的他已经跑没影了。不是，直接就是抢不着人的节奏呀，这是。啊，对，有的带着包，包也不下了，呵呵。好，这局。